热门进来的，感谢啊，感谢，欢迎直播间所有兄弟姐妹们，欢迎你们啊！你们从热门进来呢，今天是啊挺幸运的，刚好咱们云南高师傅来了啊、哦！哇塞，什么是动力啊？Y6 要底盘增高，开还是交？不可能上吧？不热，不熟，上了啊、哦！但是上了呢，他没有中途停了一下，中途停了一下的没有一把上去啊。如果说玩呢，啊，应该是对这个车辆啊不是很熟悉，高师傅对这个车辆不是很熟悉。如果熟悉的情况下的话，啊，应该是上这里是很轻松的，应该是很轻松啊，很轻松的，太牛了是吧？高师傅的技术真可以。对呀、啊，不是浪得虚名啊，高师傅的技术不是浪得虚名啊，兄弟们，放大一点点，好，我给你们放大一点点，我什么都听你们的啊，听你们的，我给你们放大一点点，这样够大了没有？这样够大了没有？一蹦上2000人了，对呀、啊，一蹦蹦到2000多人。咱们给榜一点点关注，兄弟们，给榜一、榜二点点关注啊，给榜一点、榜二点点关注。没有关注主播的呢，也给主播点一个关注啊。今天又去了，对。没有关注主播的赶紧关注一下。最近这段时间，反正我天天也在户外给你们越野直播啊。感谢回味从前啊，感谢回味从前大哥送来的烟花。高师傅一上去，直播间马上就2000人了，对，牛逼啊！现在多少人了？2100。好久没有这么多人过来。对呀、啊，好久好久。几十、一百人了。对呀、啊，好久都好久没有上那个，不是快手，快手你要上2000人真的太难了。快手，高师傅可以试试刚才那台巴尼，对我觉得高。哎，我觉得叫高师傅试一下刚才那台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，哎呀。